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同基，好久没跟大家去过酒庄了。今次我们是自驾游出去，今次去的酒庄叫做 Jaden On Winery。 现在是 City 出发，大约个半钟左右就会到达的了。大家去酒庄之前记得 check 一下先，因为有些只是开五六日的，这间就是了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间酒庄了，真的看它外表真的不知道它是酒庄。咁呢間 Winery Sapa 咧，咁其實都係開咗三年左右，位置都屬於 Yarra Valley 嘅中心地帶。咁呢個 Winery 咧就同傳統嘅有啲唔同啦，咁係一個貨倉形式咁樣。啊，今日襯翻你㗎，我冇影法啊。咁樣如果唔喺度食嘢嘅朋友仔咧，都可以去酒吧位置度試酒嘅。咁我哋咧係會嗌呢個 banquet 嘅，咁就係$80一位。你都中意，你又中意。大家不妨如果去到澳洲的话都可以去下酒庄度食下嘢啊，玩一下咁样。第一个嚟咧就系呢个好多颜色番茄嘅 anchovy salad， 然后有橄榄啦，有牛包。自从嚟咗呢度之后咧，我好中意食呢个鬼佬咸鱼啊！我在这里等着人服侍我，我自己呢就不是太喜欢吃那些硬的包啦，但是它的牛油是好吃的。这个 friend 呢就是被我经常叫他做佛地魔，但其实他是石榴布。那只是吃 entree 呢都吃了很多款的，而且都挺多。第一个嘢俾你搞到皇家饭咁。皇家饭。我食。喺手中一齐摸下酒杯底。饮噶？饮啊！交你。好似系老板嚟噶。咁佢嘅厨房咧就喺隔篱嘅啫，咁大家都可以睇住去整你哋嘅食物。主菜咧就系慢煮羊肉啦，咁佢就配一个蔬菜嘅。唔食羊嘅朋友咧就可以选择食呢个鱼啦，呢个系唔错嘅鱼。佢嚿羊咧系超级大嚿嘅，我哋咁多个人都食唔晒。咁我自己建议食鱼多啲嘅，连我啲朋友都话个鱼好食好多喎。咁虽然呢间酒庄咧就唔算好大啦，咁佢就可以系食下嘢啊，试下酒咁样。同我以往去嗰啲咧系有啲唔同嘅，咁佢系属于餐厅形式多啲啦，我觉得。咁佢就系冇嗰啲葡萄藤啊、葡萄园睇嘅，但系你自己食完嘢之后咧，你都可以去附近嘅酒庄度继续参观其他酒庄咯。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。呢个意粉几好食，好多芝士噶。呢度就系厕所啦。咁今日條片係咁多啦，都係想分享一下我喺酒莊嘅食嘢體驗俾你哋啦。咁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呢度勁多酒桶咯，之後咧好似個貨倉形式咁嘅一個酒廠咯，都係比較新式啲嘅。同埋佢個廚房就喺呢度嘅啫。喺呢度咧，仲有啲袋仔可以卖噶，都系有佢呢个月亮，同埋有佢呢顶帽啦，同埋啱啱樽酒嗰个 logo， 都系好 sexy 噶。最后嚟嘅地方，
配埋個士多啤梨汁。